嗨，各位，我是我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是我们自己去自制的麻辣香锅，里面放了豆芽、鱼豆腐，一些丸子，然后扇贝，然后还有一条，这是啥嘞？油条。哎，话不多说，先来一口，确实有点饿了。哇，好香！我用火锅底料炒的，然后放了猪油。小扇贝，香死了吧！我小时候可最喜欢吃这个。还有饺子。麻辣香锅串，很香啊！真的，兄弟们。最后来个大饺子。